啦有啦。对呀。那再来就轮到你们三位了。对对对，体验一下。好，加油。金牛对他记得了。还是你们干脆就说啊，谢谢，我们下次再。不不不不不，30万呢，我们要抽啊，我们要拿这个电视啊，要抽电视，也要那个能耐才能抽啊。来，我们就过来看看伏牛队的表演。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谐星乐团。喂，默契先对好，默契在哪里？团名是什么？谐星乐团2.0，再一次，2.0是不是？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新谐星乐团2.0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都 OK， 都 OK。好好。现在在新的一年2021年，我们希望大家疫情赶快过，大家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。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《再出发》。这款命，甲艰苦当作跳恰恰，恰恰恰。很抱歉，这个年让大家难过了，现在才是正式来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你是阮的地名。你讲着听这款命，甲艰苦当作跳恰恰，唔袂卡。再出发吧，你是阮的地名。天空就听这款命，人讲无听袂出名。这个又到了新的一年了，好不好？距离上一次的这个牛年呢，已经过了12年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过得不容易，但没关系，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那这个过去年大家辛苦了，所以待会最后。每个人都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，好吗？他没问题啊，来，双手借给我，来，准备，来喽！爱的鼓励，你们会吗？准备，3、2、1。
黑。没想到伏牛队这边呢，他们这个三个谐星呢，他们的表演充满了设计感，里面有设计很多桥段的内容，等于说，弄巧成拙，手先足，浪费力气，是是是，这个也是跟脱裤子放屁，我们主要是要跟金牛队做一点呼应，哦，呼应，就是知道两团的贝斯手都有点问题。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是这当中不是有一段呢故意要唱的这个唱走音，对对走音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是本色出演。他没有他没有刚刚说故意唱走音，我说哦，那我就是认真唱，而且他中间加了一些段子，我觉得跟我们的表演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以前呢，雅马哈钢琴有没有？他们就是说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，对对对。哦，他们这个很针对这个孩子的市场，这个 target 很清楚，是，对不对？但你否定了这一个。我完全变坏，他是变坏了才来学琴的。哇，你是变坏的，我是先变坏的，对，而且没有办法救不回来了。可惜的一点就是，譬如说我们个人的唱的部分都还蛮多的，对，他们好像比较。没有分，比较没有，只是一起合唱而已。对，都是合唱。对，但是 solo 就变阿虎那样。很明显就是单独唱的时候是不能听的。所以我们要大家合唱。客团给他们一些意见。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贝斯手啦。哦，怎么了？他弹的真的不错啊，真的是不错。我们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万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看另外一边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三个组成团之后，他是待在排练室三天，还弹这样哦，是最认真的。这么说最认真，言下之意，你是想要听阿本老师再弹一次喽？阿本，哎，来来，前辈，来，他们很不简单，有机会得奖吗？不要，有机会，不是，你们基本上是得奖的人嘛？我们是得奖，一定得奖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太正式了嘛，对，因为我们是谐星乐团，对，谐星乐园，认真唱歌，我们就请认真的乐团来就好了，对吧？他们太正式才能凸显你们的快乐嘛，对，下去那就对啦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